意大利的罗马充满文化气息，那里有很多历史古迹，当中包括隐藏了超过60条秘道，曾经放置了几十万基督徒遗体的地下墓穴。一位华裔神父在那里守护了接近20年。生命恩泉今个星期日下午4:35带你认识一位谦虚的守墓人，鍾桂生神父。